美好的生活区，就是我们所有的嘉宾来，然后我们都会留下一些纪念，美好的纪念。就是上一次就是杨迪啊、王大陆还有马天宇他们来跟我们一起耕田，所以把这个锄头留下来当纪念了。这个就珍藏了吗？就是把它放在这边当成一个纪念馆，然后杨迪还拿着这个学过猪八戒。哦，我看到了，杨迪还在那儿孙悟空呢。美猴王。是，每次来的时候他们都会写一下他们住在这里的感受。星光开场，星星美满，慢慢感受美好生活。对了，这是孟佳的，这是文文。来到美好生活之家是一场如世外桃源般的享受，能享受一个人坐在秋千上的安静，日落时分看远处炊烟缭绕，不问花开几许，问浅笑安然。这都是，这果然是诗人，嗯，要作词的人，文采很好的，这都是填词高手。我刚刚在看这个字，我在想字都这么好看，就没有一个让我觉得我可以抗衡的、不垫底的嘛。因为我看前面几个字，我觉得这不来了吗？王大陆，现在有了，你来讲。喜欢坐在这，感受这的美好。这有我喜欢的花花草草人事物，用心在这享受一下，字真丑，在享受一切，享受字真丑，很放松。这个，对，杨迪，你很想他字可以哦。很荣幸成为了美好生活民宿2.0版本的试睡员，我只能说这3天2夜太充实了，爬山种田。做红薯粉，做了很多没做过或很久没经历过的事情，这几天很值得，能记得杨迪，肯定记得那碗面记一辈子，很用心，对，真的很用心。杨迪吃的面你看过吗？看了，要不要我明天给你做一碗？哇，这一碗麻婆豆腐面没见过吧？是没见过。给你再加一点点这个，加点这个卤子。要不是我看着你在这儿煮，我以为人家在这儿收拾呢。这碗真不像人吃的。你看看吗？而且是这么大碗的。对，你一定要亲自看着他做，才知道真的不是收拾出来的。然后明天我们就希望你可以给我们写一下，还有就是这些就是他们的礼物。这是杨迪的那个专辑的网友给他做了一个，不是专辑，单曲，跨，怎么跳来着？跨起来，是歌还是舞啊？他的单曲，唱跳啊？他有唱，他有舞，就是也有这个舞，对，也是真的有啊。还有什么这样转一脚，就跟那个广场舞也差不多。你可以试一下，想象如果你想放东西给我们的话，你想留什么东西在这里给我们留念呢？乒乓球跟球拍啊。对呀，我就觉得签个名字给我们，乒乓球拍跟球可以啊，放一块没问题啊，让我们在这个故事馆里面放着。对，是的。虽然你已经留了桌子给我们了，但毕竟摆在这边有点太浪费了。哇，桌子够了吧？或者留个乒乓球可以。我说乒乓球跟球拍要签名。对呀，对呀，对呀，签个名字。不，你自己的就拿走。我知道我自己的拿走，但是因为有好多，还有好多，好几个，还有好几个呢。如果你方便的话，也可以寄一下你的药膏啊过来呀、啊，然后我们也可以也摆在这里。毕竟他在这边发生了一大段故事。